姐好，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，谢谢。今天来你们家叨扰了。哎，这个就是我的家，很简单。哦，这个地板就有一个木头的地板，但是它有一点难整理，每天半夜的时候要把它拖个地。半夜哦？是啊，也有一点没有到洁癖的地步，但是我很爱干净，拖地是一种舒压。好，然后这个是餐桌，然后也是工作的地方，很简单工作的地方，然后我的。客厅也很简单。那电视机呢？是租的时候它就有了，但是我从来没有开过。然后，碧如姐，你这样子应该很少坐到沙发吧？哎，很少。我回来就是在这里用 notebook 啊，然后有时候肚子饿就厨房找吃的。其实我的厨房很简单，出门必备，大铜电锅，而且是一个小电锅。这个电锅已经跟了很多年了，它基本上是。有渊源历史的。我小孩去台南成大念书的时候，他住在外面，我就帮他买一个小电锅。那他后来大学毕业，研究所也毕业，我就把他带回来，回来就换我，就有一天我就觉得，搬来这里要把他带来。我大概就有一间主卧室，对，这个大概是我的主卧室。其实这个是。我从台北搬来的时候，我还回乡啦，一卡回乡，那里头就塞了我的衣服，然后你们说要看一下我的衣柜里头有什么样的东西。吼，这个其实我的衣柜里头很简单啦，就是有我平常会穿的。那大家会看到我常常喜欢穿这件 T 恤，这件 T。你脸书的照片有70%都是这一件，非常。为什么？因为一开始来的时候，那你会发现我几乎没有穿过那个我竞选的背心。好，那我没有，那我就想说，固定让大家认得我。大家都聚在一起，有缘千里来相聚哈。那也祝大家晚上用餐愉快，谢谢大家。好，那我的衣服非常的简单啦，哈，因为就是我们团队有做了这个竞选总部的竞选的这个 polo 衫。好，那其实就做两件啊，我大概就是比较正式的一些活动我才会穿。好，在立法院，因为我从立法院的时候他就都是我的那个西装外套，那因为它是比较属于夏天到秋天还可以穿的。那你的居家服呢？居家服的上衣还是有一些 T 恤啊。对对，就是有时候还是有一些简单的 T 恤出门啊，你就在家里头穿啦。对啊，有，在家里头就是还是啊可以看嘛，然后就是这个在家皱一点没关系，皱就皱一点，没不折。我每次都是早上睡起来，因为赶着出门，就是把它丢到里头，那个眼不见为净，对不对？好，就是。很可爱的一只中宝，可以抱着当抱枕，就这样。好设计，这好设计，这是我们民众党的吉祥物中宝，这是去年设计的。常常就是会上台表坐高铁的时候，因为很累嘛，所以上高铁的时间就尽量让自己休息，就这样开始了。凌晨的时候，人家就说啊，太阳这么大，好，然后他就好心的就送我一顶，好接地气哦，好接地气。然后呢，在这里要很接地气，你知道吗？我还有各式各样的名片，结果呢是这一款的名片，评语最差。这一张的名片为什么评语最差？他说啊，这个我不喜欢台北的人安尼。有距离感啦，就剩下这几张发完我就不做了，就是我就后来就跑到那个大甲溪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就拍了一系列像这种的人亲图亲的照片，然后我就把它做成我的名片。这个是我的户籍登记在这的所在的地方，这里呢是刘秀才的家，那应该
现在帆布盖着，因为会长很多的草。这个从上面看，它是一个八卦阵，它是一个八卦阵，你来看看呢，讲他妈听。然后这马够来拜拜啊，然后哦，你看这个钟，应该是清朝时代的钟，还在动哎，不过时间不准啊。有点惊喜，因为它只是时间不准，但是它时间到还是会跳。为什么你的户籍会是在这个地方？而且它还是市定户籍。就是这样子的，我有个好朋友，他 我在台大医院的时候呢，他是台大，他是药剂师。然后呢，这个好朋友每次我来台中的时候呢，他就有时候要过夜，他就会带我来这边过夜。哦，所以这边的阿伯跟阿姆我都会很熟我。然后后来就要来这边选举的时候呢，我这个朋友就跟我讲说啊，你家户口寄在这吼，哦啊，所以他就说这里因为他是之前是一个刘秀才的家，哦，那他是一个市定古迹，他说这样子呢，对，会不会官运比较好一点？